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仪式，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吴登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，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吴登盛访华的有外交部长、总统府部部长、能源部长等。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，军乐队奏缅中两国国歌。随后，习近平陪同吴登盛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吴登盛适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，于四月五号抵达三亚，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。